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战胜劝听第四句看起，令安立普贤愿海故。这一句跟上面第三句是一对啊，正信立愿一对，这是清凉大师在苏超里头跟我们提示的。明心见性，这叫正信啊。与普贤大愿相应，当然生欢喜心啊，这个是必然的道理啊。所以这一段呢，总有十一句赞叹听经闻法殊胜的利益啊，普贤菩萨才劝这样的劝导我们，不能不听经啊！我学佛初年啊，最初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最高的享受当然生欢喜心嘛。哪些是最高的享受呢？普贤菩萨在此地归纳为我们说出这十种啊。第一种，你对于大法了，你真正认识了，明了了，欢喜爱好啊，这个他这个经句子讲啊，于一切法增长爱要故啊，前面跟诸位说的很详细 啊，一切法是一切事出世间法啊，这样说我们还是很难理解，实在讲跟华严并不相应啊。华严的世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啊，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么样的一个境界啊，重重无尽啊！啊，真正产生了欢喜爱好啊，这个时候对于修学啊，我们一般讲证得菩萨果位。如来果位啊，你就产生坚定的信心啊，你就真正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要能够取得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虚幻不实在的啊，所以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你绝对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啊！放在心上是一桩什么事情呢？要取无上的福果，四弘誓愿里面讲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现在我才晓得为什么一定要取无上佛道啊！这个在华严里头讲的透彻啊，这个欢喜啊
这种心一发了，法喜充满了。那再接着叫我们要其如清净法身啊，净住净智普门法界藏身啊，净智普门是修因呐、啊，法界藏身就是法身呐、啊，那是果报啊！啊，我们想证得清净法身，用什么呢？用净智普门。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证得法身之后，要帮助啊，虚空法界无量无边呢、啊。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啊，还在受苦难的众生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明了。只要没有尽心，没有出离十法界，都是在受苦难啊！他现在得人天身，得人天福报啊！我们觉得他没有在受苦受难呢？没错，他是在受苦受难当中暂时休息，没有脱离苦难呐、啊。这个话怎么讲呢？诸位，如果细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呢，你就明白了。六道众生，只要他没有能够处理六道，肯定在三途的时间长啊，在人天的时间短啊。三途就好像他的家乡啊，人天好像是现在度假，出来观光旅游，时间短暂。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懂啊！啊，帮助众生脱离苦海啊，不但六道是苦海，十法界都是苦海啊，帮助众生脱离苦海，愈快愈好啊！啊，我们在大经上看到，你看诸佛如来啊，他完全没有自己，希望众生快快成佛。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其他一切不考虑啊！世间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头一个考虑是考虑成本啊。当然，世间人做生意，他考虑这个，其实呢，他也考虑错了。因为他不懂得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你的财富是什么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考虑来考虑去，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布施，他还是肯布施，布施的时间也厚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机会呀、啊、也往后推了。啊，不是他的心不好，他不了解事实真相。
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是觉悟的人啊。觉悟的人做什么事情跟世间人确实不相同啊，没有什么考虑，只问这个事情对不对，只问这个事情能不能很快就让一些众生得好处得利益。啊，世间人建大功立大业的人，那个心胸不一样啊。我们在历史上里面读到汉高祖啊，刘邦何以能够建立一个大帝国啊，相国400年，前汉后汉，后汉是他的后代啊，当中被王莽篡位啊，中断了几十年，光武复兴啊，啊，光武真的是中心啊，啊，把王莽推翻了，啊，恢复了汉朝的这个帝国。汉高祖度量大了啊，办什么事情很容易啊，他没有计较啊，只问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啊，只想这个啊，该不该啊，世间人他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人民啊。佛法呢不考虑自己，只可想到众生啊，希望众生赶快得利益啊，其他的都不再考虑之力啊。这个是觉悟的人跟不觉的人差别就在此地。所以正德发生之后，那这个事我们就肯定了，这个人就是宗门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理业心不乱啊。所以净智普门法界藏身呢，这个重要啊！啊，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不普，第二个不净，啊，这个不净不普，把我们障碍住了啊！我们的心要清净啊，我们的心要平等啊。念念呢，周边法界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我们在开始讲经的时候啊，这个大概是在30多年前呢啊，得到美国纽约那边有一个同学啊，送了$20,000给我，在当时，这个是我在那个时代接受供养最大的一笔，啊，拿来做什么呢？买录像机，啊，从日本买了一套录像机，把我们的图书馆改成视听图书馆，啊，我们讲经呢做成录像带，这个录像带向海外流通。那个时候机器一切设备都非常笨重啊，我们只希望速度加快啊，
有多大力量我们就做多大力量。啊，那么这些机器日新月异。啊，我那个时候机器现在都变成古董了。啊，留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做纪念了。最初使用的机器。啊，还用那个小袋子的贝塔袋子。啊，那么这些年随着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也不断在更新。总希望现在在网络，总希望呢大家能够收看音声画面能够清晰，让大家生欢喜心啊。啊，让大家了解佛法殊胜啊。这个是广修供养。这个供养里面三种供养具足，即是利用卫星、网络传播，还要付出费用啊。这个费用是财供养，传播的讯息。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是世出世界第一大法，无比殊胜的大法，法供养啊！啊，能让一切众生接触这个大法了，生欢喜心呢？生欢喜心，把你的烦恼暂时驱除了。这个是无微供养啊。那么诸位想想，财供养的财富啊，法供养的聪明智慧啊，无微供养啊的健康长寿啊，这三种果报啊，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求它，自然得到啊。你要是想它求它，未必得到。什么原因呢？你在修学的时候当中夹杂着不善啊，我有求，有求是附带条件的，无求我只知道修供养，什么条件不附带，果报自然。佛经里面常讲法而如是啊，没有一丝毫的勉强啊，你必定证得啊！你证得，让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生信心啊，能令别人生信心，这是利益众生啊，所谓是自行化他了，自行就是化他。啊，我自己照这样做，完全如法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百分之百的随顺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在哪里？经典呢？啊，百分之百的顺从经典。我虽然没有明心见性。只要能够顺从经典，就是明心见性了，跟明心见性的菩萨没两样吗？啊，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不能随顺自己的妄想执着。我们看到，我们也听到啊，古今多少修行人。一辈子
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一辈子没有办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他随顺妄想分别执着，随顺自己啊。佛法也听了，但是到关键的时候啊，他还是相信妄想分别执着啊，他把佛法就忘记掉了啊。你要问这什么道理？我跟诸位说一句经验的话，佛法熏习的时间太短了，不能够产生力量啊！要知道我们的烦恼习气，这妄想分别执着的熏习五十劫以来啊，生生世世啊，这个力量多么强大啊！那我们要想把这个力量削弱，把自信心的这个力量要向上提升，哪个方法最有效呢？最有效的无过于熏习。古德教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很有道理啊！啊，奈何许许多多人，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那这就没法子了。我们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啊，我今天能够得这么一点自在，啊，许多人看到很欢喜，也很羡慕。啊，这是果报啊！我怎么得来的呢？我在佛法里五十年的熏修啊，我26岁学佛了，今年76岁啊，整整50年了。啊，我学习跟一般人学习不一样的在哪里呢？我听老师的话，我相信老师，我能够依教奉行，啊，任何艰难挫折，啊，我遇到困难了，我不找别人，我找老师啊，老师替我解释，老师替我解决。如果对老师没有信心了，那你成就你就难了。啊，谁人能帮助你呢？啊，古人常讲师徒如父子啊。那个时候讲这句话，一般人们的感受跟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父子都没有情谊了，那还谈什么呢？啊，从前呢，师徒如父子，那个学生跟老师的关系，现在人没有法子想象。啊，给你讲，你也不懂，啊，你体会不到。我们不但是这个师生的关系，同学的关系，那一种情谊超过兄弟姐妹啊！我这个年龄生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中国跟日本抗战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小时候是流亡学生了，远离父母啊，我们生活在学校啊，受到老师的照顾
同学互相照顾，学校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师生同学的感情呢不一样啊。现在人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能想象得到。那么自己一定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就是分别之处。随顺经典的教训，用经典的教训做标准，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天天修正啊，这叫功夫啊。几十年下来了，有了一点效果了啊。这个效果是什么？虽然没有说完全断，我常常讲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淡了很多了。我这些东西是年年在减少啊，往下降啊，没有往上升的。效果呢，你们大家只要稍稍留意，你能够看到我的成绩啊。我讲的这三种成绩，就三种果报，就是成绩啊。采用我不为自己啊，我自己几乎30年没有用过钱啊！你们一切的供养，你们都看到了，哪里供养就放在哪里。我不带呀，我也不要啊！新加坡的供养统统归新加坡，香港的供养统统归香港。澳洲那边供养统统归澳洲，在哪个地方就归哪个地方。我不要啊，我需要用的时候都是为大家、为佛法的，没有为我自己的。几乎我要用多少，他那个钱就会来多少，这个叫自在啊。第二个聪明智慧，你们听我讲经就明白了。你把我今年讲的经跟去年的这个录像带你比比看，再把前年的比比看，再把10年、20年前的那个那个时候恐怕没有录像录音，你多听听看，你就知道了。智慧呀，一年一年在增长，年年境界不相同啊！再跟诸位说，不是年年，月月不一样啊！第三种果报，健康长寿。这是成绩吗？我有没有求呢？没有求啊！为什么不求呢？也许诸位现在听到，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地区，小学生自杀，
啊，为什么原因呢？厌世。我跟你说，我要不学佛的话，大概要早就自杀了。啊，什么原因呢？我不喜欢这个世界，不喜欢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没有伦理道德，这个社会没有人情，啊，没有恩义。那些小学生自杀的很有道理啊。啊，看到这些大人所作所为，他看不惯了，他不想活下去了。我也如是啊，啊，我是学了佛，懂得这些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身体在一天为大家服务一天，啊，做出。舍弃烦恼习气，放下自私自利，一切为众生，为正法布施。啊，做出一点成绩，给大家看。帮助大家开解，帮助大家觉悟啊。把我们的心安立在普贤大愿上啊，普贤愿海啊，啊，海是形容啊，这在这里不必多说，前面说的很多了。啊，现在人不晓得尊重别人。啊，我们要做出个样子，尊重别人。啊，我懂得尊重别人。礼敬诸佛了，对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表现得格外的尊重。什么原因？做榜样给大家看。与一切众生啊，结恩义啊，不结冤仇啊。啊，那些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在我心目当中是什么人呢？他是菩萨，他跟我两个合作，我们两个在演戏，哎，在唱这个双簧，啊，表演给社会大众看。他是菩萨，他不是普通人。啊，要没有他这个表演，我们这种忍辱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这六波罗蜜啊，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没有法子表现了。啊，所以他这种动作，哎，我们这台戏才唱得出来嘛。啊，凡夫他要对一般凡夫呢，凡夫起怨恨心，啊，把这个仇恨记在心里头，报复心，那就搞六道轮回了。
啊，我们这个表演呢，是游戏神通啊，成就真实功德啊，成就自己三学六度啊，我们是在表演呢，三学六度啊。成就自己的普贤十愿啊，十不是数字，十是代表大圆满啊。普贤愿在哪里呢？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普贤菩萨的宏愿啊。到最后做总结的时候，把全经教义啊归纳为十个纲领十条啊，所以那个十条每一条里头的境界无量无边，称之为愿海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称赞如来啊，我们称赞别人的善，不赞别人的恶啊。别人以恶言恶的行为对我，我称赞他的善，你们仔细去想想，我这些年在佛法里学了些什么，你就懂得了，你也知道怎么学了。啊，人如仙人被割力王各借身体，人如仙人不恨他了，称赞他。啊，他有大功德，什么大功德呢？他把我杀死，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啊，为什么呢？我对他一丝毫的怨恨心都没有啊，对他还是平等的爱要啊。这不是普通人了 啊这什么？这是修六度的菩萨嘛。啊，稍稍起一念怨恨心，起一念报复心，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我们这个样子帮助自己解脱了啊，要想人为什么会堕落在六道三途啊？就是烦恼习气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人事物，天天在磨练我们啊。我们一般讲在折磨我们啊。这些折磨好啊，如果我欢喜接受，把我的烦恼习气啊，通通都磨掉了。中国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啊，我们的本质是一个良玉啊，好的玉，玉石啊，但是在矿石里头那不成器啊，那一文不值啊。这些人天天来折磨我，把这块玉磨光了啊，里面那些掺杂在里头那些沙子石头啊，通通都磨尽了。这么人是好人啊，不是坏人啊。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啊，跟我在一起，从前生活在华藏图书馆，啊，老同修，啊，你们都亲眼看到啊。
对我琢磨最多的是韩馆长，我特别感谢他。啊，你们大家不了解，都只以为哦，韩馆长欺负法师，你们看错了。我给你们解释，你也不懂啊。啊，我今天把成绩端出来，真正有觉悟的，啊，根性利的人，你就明白。我今天烦恼习气比一般人少啊，烦恼就解开了。这一解开怎么六道轮回脱离了。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诸位说，我有把握，我随时能去啊。脱了，脱离六道了。什么原因？心静则佛土静，身心清净，静至普门。50年的功夫啊，功夫得力，跟诸位说是最近的20年。你想想看，前面30年。那个基础，30年之后，功夫才渐渐得力。啊，现在我跟诸位说了，现在有把握了。啊，怎么不开心？怎么不自在呢？啊，事出世间法，明了啊，一丝毫都不迷惑。真正安离普贤愿海，安离文殊十波罗蜜，啊，念念不舍，刹那刹那不离呀。你们有许多同学常常想到希望自己能够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的条件华严经吉祥云比丘最后对善财的开示说过，阿难问师父吉凶经里面也讲得很详细，啊，善知识在哪里呢？善知识在自己的心里，啊，自己的心具足沉静善良，你就能感应善知识。如果自己的心不真诚不善良，佛菩萨在你面前也不是你的善知识。得懂这个道理啊。佛法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总离不开感应。所以我们求善知识求佛菩萨拿什么求呢？
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我曾经跟三个老师，每一个老师面前，我得到一句话：一生受用不尽。第一个是方东梅先生，我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他这一句话，我再不轻视佛教了，再不敢轻视经典了。我回过头来，真正来学佛啊！第二个老师，张家大师，我问他，学佛如何能够契入？这个契入就是一般人讲的修行正果，怎么能证得？大师教我四个字：看破放下。又告诉我，下手之处不是要懂得财法无为的布施，认真努力去干啊！最后一个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弘法利生，要通世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怎么样贯通呢？至诚感通。我这一生的受用啊，李老师传给我的至诚感通啊，一句话，一生受用不尽。问题是你懂不懂啊？你会不会修啊？诸位同学，学佛的人都要做早晚课，早晚课的意义我也讲过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我们的敬宗早课选读的经文是48愿的为什么要选这段文？其现代人的根基，每天早晨念一遍，想一想，阿弥陀佛存的是什么心？阿弥陀佛立的是什么愿？我要把阿弥陀佛的心愿变成自己的心愿，这个早课就有功德了。晚课是反省，是忏悔呀。我今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有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我起心动念跟48愿相应不相应？相应，正确的。我确实随顺佛陀教诲，放弃自己成见。如果对一切人事物还是用自己烦恼习气，把经典上教训呢
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早晚课不就白做了？这样的做早晚课，那实实在在讲，不如拜佛啊！早晨拜佛拜一个半钟点，晚上拜佛拜一个半钟点，不如拜佛。一个半钟点，我们一般的速度，我的速度，拜300拜。无论在家出家的同学都可以这样做。拜佛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就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拜佛也是很好的运动，对于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啊。这一个半钟点的时候心清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修清净心。拜佛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如法，都做到，这是恭敬，也是养生呢，修身呢，身要运动啊，你身体会好啊，心清净，身体运动，比做其他的运动要殊胜的。你看看许许多多修行人到80-90岁身体很健康，什么原因呢？拜佛。早晚课里头读诵的经文是提醒你，是叫你忏悔，是叫你反省的，那个功德很大。你能够帮助你提早起入佛的境界。从拜佛这个方法的时候呢，能起入境界比较慢一点。这个方法从前李老师教给我的。他说你专门用拜佛。念佛这个方法，譬如说10年你才能够得到一心。你才能入这个境界，如果加上经教不断的提醒，天天呢你知道忏悔，你5年就能起入。我听了明白了，早晚课是这么个意思。你要不认真做，敷衍塞责，有形式没有内容，你一生都不能成就。自己不能成就，那就罢了了，你还造着很重的罪业。那什么罪业呢？你叫别人看到之后对佛教产生疑惑，摄取信心，伤害了别人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重了。所以古人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原因在此地。因为我修得不好，让别人看到，你看看学佛的人，学佛人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佛是迷信。这个佛是欺骗人的，这个佛是不能学的。有形无形，让别人呢批评你，批评你不要紧啊，他批评佛教啊，你把佛教形象破坏了。你要是认真的做，3种效果都是收到。刚才讲了。财用不缺，不需要多，我不缺乏嘛。
智慧增长，健康长寿，别人一看你这个形象，对你就起恭敬心了。菩萨成佛为什么要特别用一百劫的时间修相好？相好能够接引众生，最有效果的方法。你的相貌，你的体质，你的举止风度，不能让人尊敬。我们这个让人尊敬不是装出来的，自自然然的产生这种影响力了，人家赞叹你是赞叹佛法了，替佛法增光啊，这是功德。反过来就是造罪业，罪福在自己一念之间，在自己修行之中不能不注意现在时间到了。